纳智捷 M7 修理车，前方的刹车现在要来改装 D2 的全中巴活塞，红色涂装。然后这是左侧，左侧的卡钳，以及330镀锌的碟盘。哦，这种规格它是属于定作品。哦，纳智捷 M7 17年以后的定作品。然后再来配备 GG 级的刹车，刹车来令片，整套的。好，至于后方 M7 它的手刹车机构是使用拉锁式的，好，所以这个专利型的后手刹车装置配上后方的四活塞，碟盘同样也是330尺寸。镀锌的碟盘，镀锌碟盘它主要的优势哦，就是在没有来令片摩擦到的地方哦，它也拥有这个防锈哦，防锈的功能哦，以及就是内侧哦，没有与来令片相互接触的地方，它都是有镀锌的保护哦，不会生锈。再来就是这个转接座。以及整台份的金属油管，哦，这是后方，这是前方使用的。